赎金确定拿到之后，就把那两个公子哥干掉。我求你了，你能告诉我儿子到底人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死掉了，死了，全死了！你给我妈吃了什么？医生，你知道辅导主任是怎么拿到毒品的吗？还是说有人在学校贩毒或者是吸毒的？啊！ 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翻墙的记忆》。